下列各物质在水溶液中何者的存在主要的形式是分子态而非离子态，好，就不会解离的意思，好，那或者说解离很少，好，那这边的 A 选项硝酸是强酸，强酸它是一个强电解质，所以会完全解离，看不到分子。盐酸的地方也是强酸，那硫酸的地方也是强酸，只剩下 C 选项的醋酸，它是一个弱酸，弱酸它不会完全解离，它解离出来的好，本身醋酸的弱酸它解离出来的比例解离率小于 5%， 那小于 5% 的意思是说它有 95% 以上会以分子的形式存在，所以主要是分子形态的要选择 C 选项。